西啊！不要笑！我来看他的故事哦。我们也看。弄怕怕，弄怕怕，成为一起。不用怕。打不赢就加入啦，打不赢就加入。哦，是，还有好多人哦。黄金铠甲，团团黄金铠甲，是蛮帅的啦，是蛮帅啊。哎，是什么鬼？世界崩坏。刚刚受伤。是二零是放一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哇，多一个伙伴啦！对耶，打不赢就加入，想上去，也剩三十秒嘞，我真的要打不赢了，我要加入了啦！这频道名中之前就有，哎，二零技能放一放就快死了，很不会弹，哎，白痴哦！打不赢就加入啊！打不赢就加入啊！打不赢就加入啊！是啊，打不赢加入了啦，加入了啦，加入啦！对啊，在哪？这什么躲的地方也太酷了！烂电梯啊！哇！吓死啦！这地图还是有很多神秘的地方，不是我在说啦，超多的，还是很多。那个逃生 key 太可怕了啦！但是它也有很多神秘的 bug。对对对，你们是也碰到那个电梯乱就传电梯会乱传，对啊，乱传人呐。哦，哎呀，半夜不要去电梯啊，很恐怖。真的，我刚刚踩在那个电梯上，然后你一滑以后，我下面电梯直接不见，我直接摔到。你知道，就是原本二零那边抓到人，然后小雨在空岛，小雨就一直用击退棒把那二零打走，然后就后来打不走了，小雨就直接跳到我这里来。我想说，我躲在那里好好的，小雨一跳过来，那二零就知道这里怎么来了。他写那边是逃生通道啊。害我整个吓死。打不赢就加入，然后应该加入150秒，所以刚提早一点。加入，打不赢就加入，加入。来哦，再看看会是谁？二零一个蒋雪团团，凋零团。我觉得下水道没有变大哎，没有吗？他没有路可以往其他地方吗？没有。还是一样。对，为什么我看团团是蹲着跑步啊？我刚刚看他 bug 吧，偶尔也会这样子啊。是啊 ，bug 啊，凋零团拔剑，我拔，开始啦！还是400太久，这时候换300，紧急更换，继续喊吗？刚刚那场也是300啊。哦，这哎呦，很有想法哦，小雨，这是什么？真的。这个是不是要来一下？就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哦，点这个好了，这好像还蛮不错的。二零，我来。哒哒哒哒，我都摔死了！我的天啊！呀，这里怎么？是哪里呀？哎，那个，这样我们要快啊！你们在哪里？我看到小雨黏在那里。你们在赚钱哦，这里好像没路哎。你们要赚钱了，是不是？要用到绿宝石了，是不是？凋零王要来喽！咦，尴尬喽！我还没找到路出去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你们在哪里？奶奶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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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刚来的地方。嘿。滴滴滴滴。啊！你怎么在这？奶奶，我厉害！所以你这里会被电梯传走吗？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，刚刚一定会。好，直接炸死哦！对啊，小哥你那里好猛哦！你怎么知道？笑你看在你旁边左边，你的左边，左边上面一点点，上面一点点。知道小尾巴我是谁？有。可是这边好像有路人。好，刚刚看到有人走进这里面了。好，他可以慢慢往上爬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爬上来。这个地方另一个指定区，哦，又是指定区吗？故意设计的，这好酷哦！这里怎么那么酷啊？这很明显是故意设计的，当鬼才能走这里哎！天哪，感谢，我是只躲在这里，楼上感谢赠送订阅一个月，感谢以后变鬼不要来，画面好乱，没事，感谢过这个请求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
欸，因为那边好猛，气球啊，你好恶心，这里很可怕啊，那边可以下去啊，那边可以下去。嗯，怪，不是啊，我怎么走的？很恶心，扣一点血。欸，这里会不会被看见啊？我觉得这里会被看见欸。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我又走到之前的指令区了。你又走到指令区了。嗯，你看这里。嗯，你要团团，你知道这里是哪里？我知道啊，可是，你忘记怎么走了？你已经忘了，你已经忘了。我要思考一下，请让我思考一下。他有新的走法了。哦，新走法是不是？怎么你们在这里啊？在找那个路，好可怕哦！要不要扶了？要不要扶了？新走法，该不会是你们走了，是我之前走的走法吧？我要来，不用担心，我要来看看。他可以的，这里就下不，就有个洞。他来，我就把他推下去。哎，欸，你们这样太凶了，你们不能那么凶啊！小雨，小雨，你白痴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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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雨，你白痴！小雨，你白痴！小雨，你白痴啊！白痴！小雨，你白痴吗？我刚刚很酷，我刚刚超级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先带我去嘛，一起去啊！哦，你们是在另一个指令区，不是这里？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个五秒。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一二三四五二一。哈哈哈我觉得这里也不安全了，完了。你有凋零的，是蛮不安全的啦，雨月。你有凋零的技能吗？你放下去，巧克力就死了。完了。还要吗？还要腐肉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雨月，我在这里。我来这。里面怎么是关的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要。来啦！你不要。哎，哇哇哇！下面有通道，下面有通道。哦，在指令区跳跳跳来跳去，干嘛？好刺激呀！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超刺激的感觉。哎，团团你是选什么的？啊，我是选爆弹的。有人敢点那个吗？爆弹喝水。电梯门啊，电梯门。哦。哎，爆弹的，所以就是你刚刚那个凋零技能吗？就是那一个铁门，铁门的地方。边拉一点哦。懂吗？我知道，你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！他跳上去了，刚刚在玩干嘛？哦，迷宫，迷宫怎么走？臂力不够了，你臂力不够了，丢不到了。迷宫要怎么走？你说丢不到，那你就站在那边让我丢啊，对不对？丢丢丢！那你过来啊，你这里过不来，算这里过不来，我弹不上去，你丢啊！不行，这里不行，太强了吧？离那么远，呀！哎呀，这里怎么走啊？这迷宫啊！这迷宫没得走啊！我弹不上去。哎，居然回来了！好多一些好奇妙的地方。对啊，我现在在跟雨月在对对。哎，那迷宫超坑的，它有些地方要跳的啦。哦，迷宫哦，你说那个？哎呦，哎，我刚跑到指令区，哎，然后你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乱传就传到了。感谢你为我们撑了这么多秒。对，感谢。啊！我掉下去了！有人拉自己下去了。哎，怎么又忽然间可以走过来了？团团，我掉下去了，我变柔柔了啦！变柔柔了，这个迷宫真的太迷了。是不是该十秒？所以凋零王变柔柔了。对啊，死掉变柔柔了。哇，摔死我！我刚可以找回来的。Surprise！Surprise！ 对，菠萝啊。这个游戏太神了，太神了。躲猫猫演员的，超级躲猫猫。莫名其妙。真的是躲猫猫啊！我看我们刚刚躲到哪里去？所以允月你跟巧克力你们是怎么过去那边的，啊？后来第二个方法的话，第二个方法就从电梯那里进去啊，然后，哦，也是从电梯，嗯，没有，我不是，欸，我是从外面，我也忘了，欸，我就绕一绕，忽然间就走到那里去了，我从电梯传过去，巧克力你也是从那个停用的电梯里面走出来的，我刚刚看到，哦，嗯，哇，然后重点是我 TV 有人看，嗯，哎，哦，我刚刚也是到这里啦。哦，对啊，旁边那黑色的地方就是停用电梯啊，这很眼熟啊。然后重点是它可以继续这边可以往上爬，然后可以到这里，然后到后面我就是爬到下面的指令区。嗯，哇，我刚刚就在这啊，最后我就跑到这里来啦。
然后结果我就想说，哇，这里实在太狂啦！然后小雨一个电梯就把我拉上去了。一个电梯也没有办法，我怎么知道？所以克制这一点方法。我这里这么远了耶，应该不被电梯弄了。克制这边的就是要用电梯啦，用电梯就可以把它拉上去了。而且你看它特色就是确实可以过来，这里都还可以跑酷。对啊，就这边还是一样可以啊。上次觉得很夸张的地方。而且没有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让你可以过来，因为它有些就是那种，对啊，你看就是跑酷可以过来，对啊，那只是那个电梯不晓得是怎样就把你传上去了，嗯，判定怪怪的，还是觉得莫名其妙啊，还是依旧的莫名其妙，超小雨，超狂地图啊，那个，妈的，我们最后去海披萨，好，好啦。不要再吵了，观众来吧。我去降个版本，他等我一下下。我降版，我也去。对啊。哦，我刚刚是麦当劳二楼的按钮啊。对啊，麦当劳二楼，然后会到一个地方。对。嗯。原来那你跟我说，身为麦当劳宝宝，一定要去麦当劳一下。麦当劳。哎，把妹子啊。开香香，香香，香香，嗯。啊，那主要是那个电梯莫名的奇妙的，对，神秘电梯。可能他 TP， 然后写要传的对象可能是传附近的之类的，指令方块附近刚好最近的一个，或者是最近的一个区域内的几个人这样，然后就会全部一起过去。H 开头的两个人。一批字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！ID 对呢，好，好，有，比较快，好，打了，加入。哎呀，一堆红。这样我是不会打 ID 啊，哈，这样哦，嗯。啊？什么？打 ID？ 打 ID？ 聊天室啊？聊天室。你应该就知道。你知道在哪里看 IP 吗？打在 Happy Soul 的聊天室。哈哈哈哈哈！打在这边 DC， 刚有 IP 的位置。我帮他打好了啦，比较快。我都记起来了。帽子真好。哇。哇！你们每个人的我都记得起来啊！你们好红啊！哇，小心啊！红啊！不要惹到团团啊！他不怎么了吗？记 ID 怎么了？等等，记住喽！他都记得牢牢的，都记得喽！不要得罪团团哦！都要了，嗯，好吧。这样要点对话框那边要点黄色的，嗯，click here， 嘿，美丽蚯蚓，有。这样你有发现大家都很红？没有，很红，没有很红啊，谁很红？谁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谁？啊？上回我突然没 get 到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一点呢。哇，谁很红？说什么很红？什么东西？很红？什么东西？噔噔，我们打字出来还是蓝的啊？有啦，九人版的，九人版，九人。九人算九个 IT 来玩算大了，九人版好刺激哦！然后就内战九人之类的，狼人猎人局是不是？自己讲完就想说，我到底在讲什么？谁？你在攻山？我是混乱平民，我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，我也是什么版本？贪财平民，我不是混乱平民，这是雕像吗？哦，这是玩家，贪财，这是雕像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不是，这是，我死了就干了，不要有事，该我，这是，哎，小雨，这个是布丁吧？对啊，布丁，好，他以前有出现过，不能，我不能讲话，你为什么乱讲话？我已经听到了，你为什么乱讲话？对，烦，对啊，烦，你为什么要乱讲话？哇，羊这么心机啊！哎，会那个，会那个，羊是，小死了，羊羊好凶哦！啊，为什么他不杀团团？因为团团也是，因为团团也是巧克力。哇，我两个手都在这。没有啦，巧克力我是平民啦。
真的吗？你平平下平下，小雨下自己人下自己人啊！其实我才是混乱邪恶。小雨是因为我刚刚小雨都是你死人闭嘴，还在那边说吗？不是，我很困惑啊。我看到头像都心跳跳出来，那是小雨没看懂眼吗？哎，这也有两个杀手啊！两个。酱油，拜托你不要死后再讲啊！明明还在地上爬个十分钟，有没有？托梦了，我还没有死，我的烟是啊啊啊！来来来！我塞，好凶啊！凶巴巴！不是打雷啊，好可怕、啊！可以出去逛逛，打雷不要怕、啊，不要怕、啊，可以出去逛街，勇敢一点。对，天井比较好嘛，天空比较美。那你不要左跳右跳，跟随很麻烦、啊。我直接附在他身上了。2020的 skin 好奇怪啊！欸、对啊，2020要多戴一个帽子啊。20怎么了？有压力要说、欸，你是不是用那个 happy 手？